大家好，我是李子萌，今天录一段语音小嗨嗑啊，逗大家一乐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也太他妈巧合了。希望喜欢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多多的支持我啊，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大家。不是咋的呀，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叫二哈的埋汰我呀，说我胖啥的。你个臭不要脸，大家不都一百来斤吗？咋的？你十斤呢？你十斤？你十斤呢？我最瘦的时候八斤，我妈告诉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不叫胖，你知道不？这只是胸太大了，分布全身各个角落。我只是胖着玩玩，你却瞅得那么认真。我胖都这么美了，我瘦下来还了得吗？说的好像你瘦就有人追你一样的，我随便起个痘痘都比你胸大，你知道不？不小二哈呀，你一天攒两毛钱，你攒半拉月，你开心蹦跶，你上网吧上一个点的网，你还有功夫埋汰我呢？你上网的节奏是这样的，我给你学一下子啊！你瞅你个损出，你好像喝矿泉水辣到了你。哎，就你个损色，我夸夸给你一顿大平拍，我牙给你打在胃里头，我实在好悬没给你薅出来，不你心里没有数吗？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就一个大嘴巴踢死你，你知道不？你瞅你个损色，你长得像忍者神龟里头那个死不林他似的，你现在去厕所里头，厕所都得吐了，给你扔黑洞里，黑洞都能自我爆炸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个小逼崽，你一定是某县城小土克拉里出生的小男孩啊！括弧你一定是个农村户口，我说错了吗？你瞅你长那个损出，你像阿富汗车祸现场似的，你还有心搁那玩呢？你梳一头乌黑亮丽干长的大头发，脸上还留下了一道曾经打越南时候留下的伤疤，你难道你就是传说中武林的那个风流倜傥的刀疤龙吗？我操你哥了！不就在这里，萌爷给你个忠告，你别拿装逼当饭吃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就是没事你上网你还拐拐货，就即使你拐到了，你有钱去见人家吗？就即使人家把火车票邮到你的手里，你也不能坐呀！我他妈都怕你坐丢了，你个损出！哎，在这里呢，我希望我以后你跟你萌爷说话的时候，你把你那个带有狐臭的大嘴唇子闭上好吗？你小点逼动静，你在这网吧一坐，坐一来点，你连瓶水你都买不起，你哇哇的，人家知道的寻你埋汰人家，人不知道寻你他妈你那练蛤蟆神功，你走火入魔了呢你！你说你要再跟你萌爷装逼的时候，你他妈好好合计合计，你萌爷我就大板砖照头还照腰还身上全身上衣服全赖开，你知不知道？就你个贱人就是矫情，来人拖出去吃他一大口！哎呀妈呀！气死我了，退潮。